执行地点王牌书局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将推选在游戏环节中发挥出色的腾哥，他要作为第一轮带领大家执行发报任务的队长来进行终极验证。我们也希望今天最终可以找出那三个卧底，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念前往王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启动最后的行动任务了，王牌行动，到底能不能把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给发出去？我们最终只有两次验证的机会。腾哥，你一会儿可以选择三名队员和你一起来进行第一轮的验证，如果其中有但凡一个间谍，那么这份电报就会发送失败。而当间谍发现电报将可能发送成功的时候，他们可以选择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并且向老鬼开枪。哎呀妈呀，如果他们击杀了老鬼，同样卧底获胜。好了，第一轮每个人可以再向腾哥阐述一下自己，获得他的信任。我第一个选景瑜。你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，他玩成那样。因为我觉得景瑜没有同伴，他就是纯粹的玩不明白。就所有人都在踩他的时候，无论是真踩也好还是玩笑踩也好，没有任何人替他挡一下拦一下。谁敢啊？谁想和腾哥一起去可以举手报名。我一定要去，因为这一轮必须要保证没有卧底的人去，我知道自己不是卧底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才能成功的发送电报，就这么个理由。我想去，腾哥选我吧。我肯定不是，我只是第一轮跟景瑜一样玩得不好而已。我可不是玩得不好，我是爱护。对，我也是爱护。你是纯玩得不好。我感觉大家好像上一轮都没有太怀疑我，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票。子怡姐不上吗？第一轮。我随时上。我子怡姐说说你的理由。我的理由，没有什么理由，不是大家都上去吗？你哪怕给我一个不太充分的理由呢？不是，我还没争取呢。你快争取！你要争取吗？我不争取。大屏幕开场的时候，都知道我是卧底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还争取什么呀？说我今天话少，我能不话少吗？我紧张的不行。等一下，自爆了是吗？对。现在话多了。自爆了。我签在合约里了，说我不当卧底，你们违约了。我今天紧张的饭都没吃，手上全是汗。报完肥以后轻松多了。腾哥，你选择那三个队友一起发送这份电报。来吧，哥，选不对很丢人的哦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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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。哥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你不用太纠结。他现在很纠结。如果你真的全部选对了，我马上站起来，杀了你，杀了你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卧底自爆以后会不会有点太猖狂了？现在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？从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连小童都看出我是卧底。等会儿，腾哥，你选择那三个队友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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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。我随时上。我想为自己争取一票。黄景瑜是我选的第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。哦。那举棋不定呗。花花，你是第二个。哥怎么对我还有点想法吗？只是时辰未到。这边的人感觉太好，这边的人感觉都太坏。我就选子怡姐。哎，中不溜。选我就对了，走。
请三位跟我来。坐这儿。只有四个灯同时亮起，才代表发送成功。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当中来判断，有几个卧底在其中。三，他不会按顺序亮，他不会按顺序亮吧？好，黄锦瑜，黄锦瑜，你别怕，你的身份不会暴露。完了，腾哥，完了，腾哥，腾哥，我现在和人还来不及。腾哥，你会失望的。他这句话说明了什么？腾哥，啊，你看吧，他问话问出这话就有问题。准备好。三秒过后见分晓，这轮里面到底有没有卧底？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不是，就三个呀？有一个灯没亮，其中有一个人是卧底。这轮情报发送失败。黄锦瑜，黄锦瑜，我看错你了。你真的没有看错我，你相信我，腾哥。还相信你？以咱俩这么两个多小时的交情，你相信我？最后一轮，用公选的方式选出一名队长，由他来挑选队员。我觉得小月月可以当队长。哎哎，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选您。你当队长吗？我当了。谁同意你当的？谁同意你当的？我们要举手表决，不是你要当就能当的。让月月当一回吧。对呀、啊，让当一回吧。你给他讲情，你给我坐这儿。你赶紧给我坐这儿。这样，我们每个人说一个自己心目当中队长的名字，来看一下谁的票数最高。小宋选谁？小东西。投我自己吧。我投自己。我投月月。我投月月。月月。月月三票。月月选谁？我呀。四票。那不用，那就不用投了。不用投了。什么？小童两票，小童身上两票。腾哥、杨迪如果都选小童的话，你们俩是平票。我俩可以决定谁上。没错，贾玲绝对坏人。对，他已经自爆了。坏人，他同意岳云鹏去是什么意图？咱把这个整对了，就是我们选小童还是选月月？月月跟小童里面的话，小童比较扑朔迷离一点，这个人更像，更像，所以我也投小童，对吧？我投小童。不是，投完不也才平票吗？还要再投？那我投小童，平票。平票，好，你们俩拉一个票。相信我，真的相信我。很苍白。这么苍白无力吗？很苍白吗？这么的吧，小童，你下一轮呗，这一轮先让月月呗。行行行。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怎么听了卧底的话？这样，因为上一轮只有花花没有把票投给小童或者月月，这轮由花花决定谁是队长。可以，行，花你说吧。我本来一开始觉得月哥是好人，但是呢，玲儿姐自爆的时候，她非要支持月哥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觉得没办法让月哥来做。我真是希望月月就是当一个小领导啊，然后说一下他自己的那什么呀。对，这辈子除了游戏里也没做过领导。对，自己很希望当个小队长啊。那对啊，而且这辈子也没有当过。对，当吧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就当吧。而且玲姐也说了，连小童都一上来就能猜中他是卧底，也许小童的身份会不会是好身份啊？那比起这样的话，我宁愿支持小童，还是支持小童。小童，这轮队长是你，选三个人一起去发送电报。相不相信哥？相信。虽然我不相信你，但是你要相信我。这个逻辑，这个逻辑。相信姐吗？不。相信弟吧。相信。相信哥吗？相信姐吗？相信吧。那我选三个人。三个人。腾哥、花花哥、小宋。
那就我们吧。可以，走走。你们上吧，你们上吧，这把只能亮两个灯，这样输了就明就清晰了。如果输了，该不是腾哥你吧？哦，你好积极啊！突然间，小童，你得再谨慎一点。非要逼我亮身份？报报！你仨给我上来，来！不能用这招，小童，你还可以做决定，你是队长。你可以把他轰下去，哪怕换子怡姐或者换谁都行。我觉得不换了，不换了，不换了。好，请各位来到发报处。如果倒数三秒之后发送成功，直接视作卧底失败。三、二。铁们 ，Wait a moment！ 哇！不利不利吧？没有成功的，怎么就谢幕了呢？没戏，我们接下来要选老鬼了。拿枪去。你们拍一张最终的卧底身份确认照。接下来，他们将会选择其中一个他们认为是老鬼的人，在他背后开枪。这位正在发抖。不是我。嚣张了一期了。不是我。老鬼。不是我。老鬼，不是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是我，笨蛋，霍霍，我加入你们猜老鬼吧，我们一起猜老鬼，你已经被我们收编了，花花你抖什么？花花在学腾哥的布莱希特表演法吗？小童。为什么不带我发电报？你可能带你发电报吗？为什么一上来就怀疑姐姐啊？你姐姐这么好的关系，姐姐好难过呀！我都不想跟你待了，好吓人啊！好吓人！现在姐姐怎么对你呢？我上来刚一秒，你就发现我是卧底了，姐妹情深。别说他了，我都还没找到同伴，我都发现你有问题了。你以后不要给我安排这样的同伴，都挂相。你真是卧底啊！我有天哪，你还没这一趴都进行很久，你还不信？傻白甜，原来是你。我就是老鬼，你绝对不是老鬼，你甚至没玩明白。下一个。这样，三位卧底，最终选择一个你们认为是老鬼的人，向他开枪。怎么说，两位同志？我双手赞同花花是老鬼。花花是老鬼。对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花花有点反常，今天就是他说的也少，就是行为很多的这个马脚。而且他在分析那一轮的时候，显然觉得他有一些内线，他是有一些情报的。对的。难道不是腾哥吗？在黄景瑜那么明显的情况之下，他还保黄景瑜，感觉他是开了天眼的。就是在花花和腾哥之间，我觉得是在他们俩之间选择。子怡姐，你来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开枪！花花中枪。家人们，帮我报仇！我想中枪没有一眼。
到底是不是老鬼，我们要进行一个最终的验证。真正的老鬼在他的袖口处缝有机密。怎么了？把机密放在哪儿了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什么品牌的西服呀。来，我们看看花花的袖口有没有缝上机密。不会不是他吧？怎么可能会是我呢？来，我们看看花花的袖口有没有缝上机密。不会不是他吧？怎么可能会是我呢？阿勇啊，老鬼！你的角色是王牌情报员老鬼，你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找出三名卧底，带领好人完成本次王牌行动。哇，拍得挺好的。上面最终情报内容是：忠贞者终得忠贞，勇敢者以勇结尾。这是麦嘉老师在《朗读者》节目当中说过的一句话。卧底最终找到了老鬼。那景瑜，咱俩挺好，没白来。来，你俩挺好，为敌方做出了贡献。我们俩，咱俩这儿站会儿。兄台，别走，我们这儿招人呢，来吧。两位得力的干将，不去，跟我杨秘书过来。仰慕已久了。这样，通过整场的这个比拼之后，最终获胜的是卧底方的三位。